三点式周秀娜浸冻水上篮仔。周秀娜早排飞去法国影写真集，总共34个造型当中，有十几个是泳装嚟噶。但系嗰边咧好搞笑，日头就冇晒啦，可能有30几度啊。但系咧，如果去到4点钟咧，就一跌咧可以跌到系得翻10几度咯。次次唔知点解，即系我要影啲落水嘅嘢嘅时候，都系喺4点钟嘅时候，好冻啊！次次落真水，想搵条仔揽下都冇。仲话嚟港咁多日，好挂住男友 Avis 添啊！他为了下个月和 Jessica C 开拍那套有关排球的电影，近排要默默拉筋压腿啊，所以次次做完之后大家都嗌晒救命咁样，第二个都行唔到路啊，阴功啦，仲打波打到对手爆晒微丝血管添啊。